95%的医生呢经常来，在那儿会为他服务，给他送来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他完后到这个医院，再去看病的时候，也是就95%的报销，然后个人100块钱只掏5块钱，然后买了就，就确实把这个健康这个扶贫呢，国家和对我们新疆那一块呢，就是这个用到位了。另外呢，就是老百姓呢非常感激。 他等于说来看他，他非常的高兴，所以说很激动，现在等于说是止不住眼泪就往下流。啊，他除了那啥党和政府以外，没有他任何亲属，亲属他哪儿都去不了。真的还有那个亚克曼子，感谢非常感谢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。